优频道原创资讯节目。我四点半我没有回去新加坡。为了追逐梦想，他们不惜离乡背井，他们对家的思念却永无止境。这样多年还没有看到爸爸。与主持人董姿燕一起欢迎他们重返故乡。谢谢你们来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了。与家人一起共度快乐时光，享受回家的温暖。新加坡还是我们的家。我家在这里。8月13号星期四晚上9点，优频道活出个性。